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你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我三舅家的表妹，单身，身高172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三围是。算了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她要挑战在这小河边住上一晚，说干就干。表妹很快搬来一堆大石头铺成了个平面，接着砍来几根树干开始搭建，找几根粗一点的直接往地上一戳就成了立柱，用钉子钉上横梁就完成了主要工作。为了防止往里面飘雨，表妹又在两侧做了1米的延伸，再铺上自己带来的帆布，简易庇护所就搞定。搞定了住处，就该搞吃的，今晚吃鸡，大吉大利。说话间就找来两个带叉的木棍，立在石头缝里，升上火就开始烤鸡。看这鸡的个头，少说也得有2斤，今天绝对能吃饱。由于篝火太旺，把表妹热了一身汗，这旁边就有天然浴池，何不来个烛光晚浴？想到就干，表妹转身脱掉上衣，走进河里开始洗。5分钟洗完，这时烤鸡已经香气扑鼻。表妹换身衣服准备开饭，来上一杯82年的王老吉去去火，不紧不慢地吃了起来。